check in, let's go. 他给车的时候没有装满油，是这样子的 agreement 的吗？就上个司机驾到没有油了就换车这样子的咯，其实很正常啊，这样子租车来讲的，都是自己打了一桶油，自己用了一桶，然后再 pass 给下一个人这样。你去等我走。好。那边趴着上去去做手环。Yeah, yeah.